由香港食品业总会主办，香港货品编码协会执行，并且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署中小企发展支援基金拨款资助的智食商传香港中小企食品供应链最佳实务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业界提供食品供应物流的典范。这个项目透过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专题研讨会、工作坊、区域论坛等等，以令到参与者可从中了解食品供应流程的最佳规范，另外参考企业的成功经验，简化供应链的流程，从而提升自身食品供应链的资讯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以达至快速市场回应的成效。不经不觉，这个项目已经进入尾声。在这里，本会衷心感谢工业贸易署的大力支持，拨款资助这个项目，并向执行机构 GSN Hong Kong、其他支持机构及有份参与项目的专家、学者和企业致万二分的感谢，希望本港食品企业能够有所得益，共同致力确保香港食品供应的安全，保障市民的健康。随着食品供应链的全球化，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问题是日益关注，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对进口食品亦都实施更加严格的管制。种种的原因不单止令到企业要更进一步去加强内部的品质监控，亦都是需要提升和供应链伙伴之间的资讯流通，从而去实现由农场去到餐桌的可追溯性，达到政府和消费者的要求。香港货品编码协会多年来和本港的食品业合作，凭着全球供应链的标准，去提供食品的追溯、冷冻链的管理和不安全产品的防御通报等等的服务和解决的方案，去协助香港的企业去优化食品供应链的运作，从而提升食品的追溯能力和资讯的准确性和它的互动。我们希望可以推动更加高效、更加透明和更加安全的食品供应链。我们展望将来有更多和业界合作的机会，进一步为本地的企业创优增值，提高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